维修马桶。这个 case 呢是在密西沙加，这个马桶呢，怎么回事呢？听听声音，客人说这个上水呢很慢很慢，但是我不知道现在什么原因，客人现在也不在这儿。然后这个 shut off 呢也是坏掉了，不行的话，去楼下关总闸。等一等客人，看到底什么事儿。然后也上来不了啊，可能得需要把这个换掉。刚才找到客人，客人说，就 fix 主要的东西就行，下面这个就不要管了。那好吧，因为这个已经失去了控制的开和关，只能是去下面把总闸关掉。好，现在做应该做的事儿，OK。看，我已经换了上水，现在把总闸打开了。你看这个水流多小，这个也拧不动，这个也拧不动，所以可能想省点钱，现在看来没办法了，只有换这个水阀开关才可以了。也拧不动，再拧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其他问题出来也不好，用这个老虎钳拧根本拧不动的，都脱扣的。所以换吧，现在就都可以了，主阀也换了。这个上水呢也正常了。换下来的这个东西坏掉了。可以啊，OK。